GX Walks 3数据记录功能篇。数据记录功能可以将数据保存到 SD 存储卡中，经由 USB 以太网可以使用实时监视功能。通过使用 GX Log Viewer， 针对采集的记录数据，可以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分析。可以确认软元件的值，可以立即确认光标间的值与时间的变化。可以显示记录文件，可以轻松确认数据的变化。其他的数据记录功能只需插入 SD 存储卡即可自动记录。其他的数据记录功能此外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记录数据，在距离很远的办事处也能迅速调查错误原因。只需插入 SD 存储卡即可自动记录。将 SD 存储卡插入模块后，即开始自动采集数据。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记录数据。发生异常时的数据可以自动保存到 SD 存储卡中。通过将存储数据记录设定文件的 SD 存储卡发送到现场，即可轻松记录。只要使用电子邮件等发送数据，即使在距离很远的办事处，也可以迅速进行错误原因调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以下便利功能。金融模式。